好，100个人不客观，多重？比如说60公斤来讲，一个人六千斤呢、啊、哈，超。参观完了，工厂，我们在大化工业区有两个工厂，这边一个，另外一个在隔壁街。两个工厂有什么不同？这边做游艇，那边做汽车的。好好。这边占地多大？这边2500多平。好、哦。当初长征游艇在北郊的时阵，应该是几平？应该2700。加工有赚到钱。这个黄主任讲的，在管理中心。感受那个手感，是所谓买啊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买这个就是一个体验哦，还没有那么成熟下。来，大家对磨这个好像没有信心。两只手它会跳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的手掌放这边，手掌放这边，啊，另外一只手控制它的那个，这个是压住，然后这只手去控制它的方向，来，哎，压住，好 ，OK。因为我以前公司，就从我一个人开始啊，当初创业的时候。就是跟，没事啊。我住屏东啊。来，两个合拍一张来。那几个孩子？控制他，哦，他这只手去控制他的方向。几个囝？两个。啊，一男一女也对了啦。不要怕。赞，标准。工作的过程程序啊，什么都很。还没有要体验的。那你要让他们先了解才好。Thank you.